好的，好，我们今天已经上礼拜已经上个星堂课已经针对这个电厂的部分呢，已经交代了。那接着我们要看的就是说，怎么样从电的电厂的部分要求电位的部分。好，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的话，我们在上几堂课的部分的话，就已经针对就是说我们这一个static 的 potential 的部分的话，那基本上面的我们的这个场它应该是等于零的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底下的同学。好，那换句话说，你这个是克等于零的部分的话呢，那我们讲说这个一呀，它呢一定可以写成某一个物理量的 gradient。 那在这里我们多加了一个负号，那这个负号呢是因为我们物理意义才加进来的克一等于零，那这个一一定可以写成某一个 scalar 的这个物理量，然后把它diverge， 这是数学。那这个负号的来源呢，基本上面在之前我们也讲过为什么会有这个负号。首先我们看到就是说，我说我想从第一个，这如果是我的场 OK， 那我说从第一个点Point one 到 Point two， 那我说我沿着一个路径过来，那对这个路径来讲的话，你知道在各点上面我移动一个 unit charge 的时候，那这个 charge 在这个地方它其实都会受到 Q1 的作用的。所以我在移动这个 charge 的时候呢，基本上面我一定要让这个位电荷呢没有受到力的情况之下，我要作用一个负的 QE。 好，这个大小是相等，方向相反的。那我可以看到的是说，当你从这一点要移到二的时候，一路上要做多少的功呢？那你知道你的这个要做的功呢是负的 QE， 这是我们为了反抗电场所做的功。所以我从第一个 point 到第二个 point， 你所需要做的功就是 F dot DL， 从第一点到第二点 OK。 那换句话说，这个是负的 Q 一到二 E dot DL。 好，那这是从第一点到第二点，我们要把这个charge Q 移到这个第二点，外界所需要做的功。你需要这个反抗这个场呢所需要做的功，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样子。那在这里的部分的话呢，这个功
的部分，实际上我就可以把它表示成一个物理量。这个物理量是什么？就是第一点跟第二点的差异的地方。哎 ，OK。换句话说，从这个眼镜里面，我就去定义了我的功，这个 electric potential。我就去定义这个 electric potential。 那 electric potential 就是什么呢？我们说 V2 减 V1 就是等于负的。 OK， 从第一点到第二点 E dot DL， 这边我应该是把它写成 proportion 好了。 OK， 因为我们已经把 Q 除过来了，这个物理量，这是我们的定义。好，那依照这个定义的部分的话，你很清楚的看到了这个负号的来源。好，因为这个定义其实就是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意思，因为你把它微分，这个负号就跑出来了，就是这个负号。 OK， 好，这是我们可以了解的。那就是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？换句话说，你可以看到依旧是负的规点 V。 好，就是对于我们整个定义，一个是微分的形式，一个是积分的形式。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那没有问题的话，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，那如果依照这个定义的话，一个点电荷，OK。一个单一的点电荷，那它的周围产生的 electric field 是等于什么样子的一个形式？那基本上面我们说第二点跟第一点，那点电荷的电场一，你已经知道它是四派 E 小零分之一 R 平方分之 Q 径向 R 的方向，所以你把它带进来，大的 DL。 OK， 那现在在这里面 R 跟 DL 的积分，就是 DL 投影在 R 方向就是 DR， 所以你基本上面就是一到二负的四派 E 小零分之一 R 平方 Q， 也可以把它提到积分号外面来，然后分之一的 D， 从第一点到第二点，这是 V2 减 V1 的部分。那我们平常呢，常常把这个呢就写成 V21， 这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做的表示方式上面。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了，在这里你把它积出来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，这是 R 分之一，然后从一积到二，那这边已经是正号。那我们看到这是四派 E 小零分之 Q R2 分之一到 R1 分之一的结果。那平常我们针对这个点电荷 OK， 好，那我们看到的 R1 跟 R2 的部分呢，
如果我说 R1 在无穷远的地方的话，那你看到 R1 是无穷远，这是无穷远分之一，所对应的就是 V1。 那换句话说 V1 是趋近于零。那这代表意思是什么？这代表意思就是说，好像你有一个基准点，这个基准点呢它是等于零，然后呢所有的 potential 就针对这个基准点来看待。那我们常常这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写成 V 就等于一乘零，4π 一乘零分之一 R 分之 Q。 当你写成这样的意思的时候，实际上你要很清楚的一个概念，这个概念是什么？这个概念是我已经 set R 等于无穷远的时候，你的 potential 是等于零。 OK，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写，或者依照电位的概念的话，它都是一个电位差，也就是 electric potential difference。 它是一个 difference 而不是一个什么绝对值。那这里面所表示的绝对值是针对什么？针对你已经把参考点设在无穷远的地方，这一点的概念很重要。如果你不能把参考点设在无穷远的地方的时候，那你就要永远设为两点间的电位差是多少，而不是这个该点的电位差是多少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圆柱体的部分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。圆柱体的 charge difference 的部分，你就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。那这个你们可以去 check 一下，因为你的电场 dot dl 以后，如果我的 charge 是一个圆柱体或者 light charge 的分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这是 R 分之一啊，底 R 就变 log R 了。 log R 当 R1 R2 的时候，你 R1 是等于无穷远， log R 还是无穷大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 log R 不会是零啊，所以这时候你没办法去假设你的电位零点在哪里。所以像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因为你的 potential 是 R 分之一的形式的时候，你积分起来你会发现是这样。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，你不能只写 V 的，你必须很清楚的写成 V2 减 V1， 能了解吗？好，好，那这是我们看到的，这是一个点电荷的情况。你现在你看到了你的结果。如果我们说电位的 difference 的话，那就是这个结果。那这个结果没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接着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。那这是一个啊，那如果两个呢？三个呢？那我说这个 Q1 的电荷是在 R1，Q2 的电荷是在 R2 啊，我用 Planck 好了。然后 Q3 呢是在 R3 Planck 啊，个别有一个 distribution。 那我说在某一点 R 的位置上面，它的 potential 是多少？
那自然而然，很简单的，你知道了，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，假设我如果把 V 是等于无穷大的地方，设定我是定位零点，那我对单一个 potential 来讲，单一个电荷，每一个电荷呢所对应的它的 charge， 它对它的位置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 R 减 RI plus。那相当于这是什么 ？R 减 RI plus 分子 QI， 有没有问题？QI 这个 charge 所产生的 potential 是这样子。那我们有 N 个 charge， 有 QN，N 个 charge。当然每一个 charge， 我说如果 I 的部分 ，QI 的位置，那这个是 RI plus。那每一个它所对应就是大 R 减 RI plus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你是这个是存量啊，你就把它加起来，就是这一点相对应出来的 potential。把它积起来，我先不用这个积，用 summation， 看有没有问题。这是 QI 的 particle 的部分，每个 particle 所对应的距离就是 R 减 RI plus 的部分。那当然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，它有一个好处，因为它是 scalar sum。它是一个存量的加法，所以你很容易就把它加起来了。它不像于这个以前我们在算那个电场的时候，你还要把向量的部分放进来相加，因为它是存量，所以你很容易就把它加起来了。那电位算出来的时候，你要去算电场，就是把它gradient。然后负的拐点就是我们的电场值。OK， 这是我们的标准程序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，就是说，这是 N 个点电荷的部分。那如果我们现在这一些 N 个点电荷是形成一个 molen 的情况之下。我们是一连串的电荷分布的时候，那我们可以想象
你这个一连串的电荷分布，好吧，你说这是一个 light charge 好了，来，那我要算的是这一点 R 位置，它的电位是多少？好，那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是说，对应于每一个你的 charge distribution 的部分，你的 dQ 是多少？因为你的 dQ 就可以把它视为什么？视为一个 point charge 的角色地位来看待。那这一个呢，是你的要计算的这个点到这个 point charge 的距离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现在要计算的这个位置，这就是我的这个 R 减 RI 的部分，对不对？这个 RI 就是这里。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换句话说，基本上面我的 bar 我的 potential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四派一雄文字一，然后 R 减 RI plan 上的部分不要忘了，然后 DQ， 那你每个 DQ 你都把它积起来，你就是 plan 哈，就是得到你的 potential 了。OK， 有没有问题？这个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那这一 dQ 是等于多少呢 ？dQ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 light charge 的话，那我有一个线电荷的密度的分布。线电荷密度的分布乘上你的线到底是多长，这个就是你的 DQ 值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现在呢，你的这个分布呢是一个面，那你现在的 DQ， 这个 DQ 呢当然就是你的面电荷分布乘上你的 DA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说我也可以是我的面电荷分半乘上我的 DA， 我 light charge distribution for surface charge distribution， 那有没有问题？那同样的情况，假设我现在的 DQ， 我的所有的 Q 是一个八人的分布，那你里面的小的 element， OK， 甚至于这个八人不一定是那么有规则，随随便便的一个 OK， 但是我里面的这个八人的一个分布的时候呢，那这个八人 DQ 就是我的体电荷的密度乘上我的
modern 的这个 element 哈，所以这个就是 raw DV plan。这都是跟我们以前讲的都是一样的。那现在我们就针对这些东西，我们真实的来举个例子来看看，到这边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换句话说，当你写这个关系的时候，你的脑袋里面已经想到的是什么？这里面实际上已经把V R 等于无穷大的时候视为零了。 OK， 好，那有同学会问说，那如果假设老师你这样不写这个时候，那你这边就要写什么 V1 减 V2， 或者是你这边就是写 V1 减 V2， 这是 V1 到 2， OK， 好，那好，这是我们所整个的部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，从最简单的开始好了，回归到我们之前的 dipole。 对 electric dipole 来讲的话，你们在上一堂课你已经上过了，那从这个电场怎么求electric dipole 的部分，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，对这个 electric dipole 来讲的话，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讲过说，这个 dipole x y z， OK， 然后负 Q 正 Q， 然后它距离呢，如果是 D 的话，好，首先对这个问题的话，上一堂课讲过了， dipole moment 是等于多少？没有啊 ？DQ， 那它是从负电荷到正电荷。那基本上面对这个问题来讲的话，其实我们要去求它的电位是非常简单的。那我说，我现在想要求的这个电位 P 点，好。那 P 点的位置呢，距离这个中心点呢是等于这个 R 的位置，小 R 的位置好了，那我们可以看到 R1 plan 跟 R2 plan 它个别的，那你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的 potential4π0/1。当我这样写的时候 ，R 正就是 R one plan 减掉 R two plan， 就已经 set R 无穷大是等于 OK。
应该没问题吧？两个点点后，好，好，那你现在你看到了 R1 plan 的部分，这是西塔角。所以 R1 plan 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它是等于 R 减二分之 D， OK， 然后的绝对值。那你看到的是说，当 R 远大于二分之 D 的时候，基本上面你是 R 平方减 R 大的 D 再加上四分之 D 平方的开根号，这个呢就是等于 R， 然后一减掉这个 RDRD 就是 RD cosine 西塔，然后除以 R， 平方。OK， 对，我错看一下哈，把它写出来好了，是 R 平方的 D 平方。然后你的 R 这二项式展开是一减二 R 分之 D cosine 西塔，好，这边 R 远大于二分之 D。 那同样的部分 R1 plan 你已经知道 R2 plan 了，就是等于 R一，等一下，这边最好的做法，因为 R 分之一，所以我们把它用负一会好一点。OK， 好，那同样的这个也一样，这负一，你就变成是那边少一个负一，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R 分之一，一减二 R 分之 D cosine 西，那有没有问题？这两个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因为已经是 R 分之一，这也是 R2 分之一，所以我们知道以后，我们看到 V 的话是四派一乘零分之一，啊，这少了一个 Q。把 R 的部分提到外面来，第一项的部分是一加二 R D 的 cosine 西塔，减掉一减二 R D 的 cosine 西塔，所以答案是非常的单纯的，就四派一乘零分之 Q。好，那这一项已经消掉了。OK， 那前面的部分 ，R 平方 D cosine 西塔，那就是我们的结果。那现在你看一下哈，这个部分就是什么？这个部分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四派一乘零分之 Q D。然后 R 平方 cosine 西塔，这就是什么？
它的大小。好，那你看到这个地方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可以看到，我可以把我们的 potential 就写成4π/1 r 平方 dipole 乘上我的这个 r， 因为 dipole 的方向如果是在 z 轴方向。OK，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好，那这个 potential 已经出来了，接着我们要算电场。有没有同学会算？嗯，请一个同学上来算好了。嗯，今天是几号？20号是不是？21号，啊，21号，二十一号是谁？啊？啊？你袂晓？拄啊，考试考过啊，你袂晓？啊？你现在已经用球面做标系啦，嗯，球面坐标怎么求拐点？21号不会，42号。啊？42号是谁？来。对的请举手，啊，不对的请举手，啊，来。
你从这个地方可能会比较更清楚一点，从那个地方开始算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就写在这里。对，底下的同学不要闲着哦，你自己如果写不出来的话，你就要赶快回去看一下。没几手的同学哦，你们都要小心一点哦，因为既然你又不能判断他不对，也不能判断他对，表示你对你自己信心是很怀疑的。稍微说明一下，还没有算完呢。这个等于这个对吗？Thank you.
你这是 R 平方还是 R？ 平方跟 r 次方的微分就会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就不用微，哎，对，三方啊，这边前面呢 ，r 平方的微分。好。底下的同学，我现在如果马上画一张纸下去，你会不会做得出来？好多人在笑。对，不是同学们在上来做的话，你们不是说叫你们在底下就自己聊天呢？你要去试试看你自己能不能做得出来啊。OK， 这个结果是我们在上两堂课已经求过的，所以现在你看到的你的电场一，你很简单的，你是就直接把 potential 计算出来以后，你就可以把电场一求出来。 OK， 好，那这是我们从电位求电场的情况。那所以你现在你会了，好，我知道电场怎么去求电位，你也知道我知道电位怎么去求电场，这两个部分你都要会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二章里面第一个主题，也是你必须要会的东西了。知道电位怎么求电场，知道电场怎么求电位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事情，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 dipole 的 potential 算出来以后，好，我们发现这个 dipole 呢，这是我们的 PQD， 那你可以看到呢，依照这样子的这个把它计算出来的结果的话，我们会看到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等位面的部分把它看出来，我们的等位面的部分我们刚刚写在这里好了，4π/0 r 平方 qd cosine 西塔，所以你当西塔等于零的时候，西塔等于零的时候就是我们的 potential 最大的时候，西塔呢等于90度的时候呢，你的 potential 是等于零的情况。 OK， 那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电场呢把它算下，你们的课本里面有画出一个等位面的图，有没有？
electric dipole。OK， 在那个66页的部分，啊，66页的部分的话，你现在把你们的这个 dipole 的话呢，这图的话，把它拿这样看，因为我们的负电荷是在底下，正电荷是在上面，所以你就看到了，基本上面，在这个图上面，你很清楚的知道。你这个厂这电这个整个的厂的部分就出来了。那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到这个电厂，你会发现的就是说，在这个 dipole 的西塔等于90度的情况之下的话，当西塔等于90度的时候的话，这一项是怎么零的，对不对？只西塔等于90度只有什么，这个是一，所以我们看到它呢，只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负号，这边漏掉了，就负西塔的方向，这个就是你的电场的方向。OK， 在这边看到了，那当西塔等于零度的时候呢，这项是等于零，所以呢，你的电场的方向全部都是镜像。OK， 在西塔大于90度的情况之下，镜像的部分是负 R 的方向。对，没有，这边等一下，没有负号。对对对，是西塔的方向，这边是西塔的方向。 OK， OK，所以西塔大于90度的时候呢，是 R 的方向，所以你就变成是这个方向。西塔呢小于90度，就是180度的时候呢， OK， 那你看到了这是负值，所以它是负 R 的方向，负 R 的方向就是镜像指向球心的部分，所以你看到的这边的场是往上，这边的场是往下，好，往内的部分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电场，整个 electric dipole 的电场的形式在这里面就看得出来了。那它是跟 R 三次方分之一成比例的，好，这是我们电场的部分。那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再继续好了。